欢迎来到993二十四小时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小西，我是今晚主播小菲菲。大家喜欢菲菲的可以点点直播时通知关注啊。然后我们麦序上亚麦的主播大月姐关注一下，喜欢看跳舞的点一下五星，我们加菲菲的预约在我们的左上角，差点就岔过去了。这个是摩托摇啊，如果我们点心达到1000的话，我们就给大家第三支舞的时候跳摩托摇。前两支舞大家把心往上点点，爱心往上点点，点心达到1000就给大家跳一个摩托摇，好吗？谢谢。点心达到1000就给大家跳摩托摇，我们先跳别的啊。
礼物，谢谢，感谢来我胯下，感谢送我刷礼物的哥哥，喜欢菲菲点点直播时通知啊，点点直播时通知关注，电脑用户在右下方，我手指这个地方，直播时通知前面的方框打个勾勾，手机用户在左上方，我头像旁边黄色爱心加号，点心到1000跳摩托摇，好吧，喝口水啊，等一下。谢谢，先来我胯下，这个名字很能亲我生日。好吧，现在给你们跳摩托摇啊。跳起来有点累，曲子叫摩托摇，你也累我也累，而且还很热，我的腰才是腰，你的腰不是腰，我应该说我的腰，你们又没有说累，充其量手累，怎么会腰累呢？我这边开空调了，然后一跳我就很热。我的腰还行，感谢谢谢，先来我胯下。你们充其量手累，我是腰累，干的都是体力活。好了，
喜欢菲菲的点点直播室通知啊，电脑用户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，直播室通知前面的方框打一下勾，然后手机用户我头顶上方头像旁边黄色爱心加号点一下，然后我们麦序上一二麦的主播大家有点关注一下，好，继续把星星点起来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啊，谢谢，太白了，有点白是吗？要暗一点，但背景就太暗了，这个效果就是这样子的。将就一下吧，毕竟看的是我又不是人，我是一个才艺主播，并不是一个颜值主播，好吧。请大家忽略我的颜值，就看才艺就行了。我脸上没有擦粉，脸上没有擦粉，视频效果的问题。谢谢你们，怎么说呢，我是喜欢纠结这些细节。算了，懒得跟你们说，我跳舞了。接下来给大家跳一个对吧，around and you get caught, and he's been